现在正在用昨天我看教学影片的方式。好，再把它做修整。那接下来我把底部刺平。底部刺平，这是它车底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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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可能会出现很多动物密集恐惧症，千万不要看。没有密，就是指很多小圆点聚在一起，他就会觉得很恐怖。我把它做成像那个一层薄薄的棉花一样。然后呢，排斥把它钉上去。妈妈，密集恐惧症，哎，还没有，可是非常可爱。你说圆点可圆的，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做。我的屁股用太可爱了，我不知道屁股要怎么用啊。这是车底的部分，车底要刺比较硬，比较扁。所以呢，你摸一下底部的话，会发现它比上面还偏硬，下面都是比较软散。谁老个是非？谁记得我是谁？夜越来越黑，霓虹比星空还刺眼。是不是一点一点忘记我是谁？哟呵，泪越下越累，天亮之前再睡一回。醒来后一天一天把昨天销毁，哟呵，人都是现实地滚了一圈，也回到原点。呜哇哇，哟，啊，呜哇哇，也回到原点。呜，呜哇哇，也回到原点。我又问自己，到底要不要回家？回家的地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放下手机，让它没电，自己大力呼吸爱的气味。这样很热血，你说的不对。哟呵，现在要不一定要很赚钱，很赚钱。反正等我的知道的是谁，记得我是谁。老了十岁，怎么可能做梦容易呀、啊？对，老了你就不会想动了，对不对？梦容易一些，然后年轻就做梦容易一些，对不对？泪越来越黑，霓虹比星空还刺眼。霓虹比星空还刺眼啊？还霓虹？霓虹比星空还刺眼。霓虹啊，霓虹。霓虹啊，我说霓虹啊。霓虹灯。霓虹比星空还刺眼，是不是一点一点忘了我是谁？哟呵，累怎么不累？啊？九宫大神和那些旧都很笨，他不知道都市两百多岁了。他们知道。不认识都市啊，对吗？可是他们就说很。
两才认识啊。没有，他说有我问候朱氏小姐。可是主公大人认识朱氏小姐，对。对啊，他是小姐。朱氏小姐啊，他说朱氏，他说朱氏女士啊，这样御史郎会打他哎、欸。怎么可以叫朱氏女士哎、欸？叫做修士小姐。夜越来越黑，霓虹比星空还。鼻孔。鼻孔比星空还刺眼。呜哇哇，又回到原点。我要睁眼睛。戴眼睛器。我要看一下车型，这样应该一样吧？可马铃薯要再养，所以呢，我这里要往上，可是这样我只能把屁股往里面刺而已。我先把它夹着，开始刺刺体验啊！啊，往里面刺！哎呦，今天你看我真累，谢谢。我现在正在做重要动作，刺屁屁。你们得到的 VIP 位置。爸爸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推背包的车，他就很想要。然后我妈说：“你就用我们家的台车就好了。”我爸就哭了。拜拜。Goodbye。拜拜。拜拜。其实我是寿司超人，根本不是你的儿子。B， 重演重演。好吧，那我就只好当寿司住了。噔噔噔。那个莱茵莫做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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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哒哒哒，比。它前面的出来了，这里要再做一点修饰。不然马铃薯会嫉妒。对，它嫉妒到真的变成马铃薯。你不要说那些不可能的话，小心真的成真哦。爸爸去拍游隼，我们现在说的所有话，等一下爸爸都会听到。我先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先吃下去。真的太烫了，但是还有好几%，甚至都不到30%。
我要放什么啦？野餐的地方要放什么呀？要放桌子。OK。再来只剩下眼睛和那个嘴巴了。对，丁丁。怎么啦？那我们去做一只可爱的金鼠鼠车车。刚刚才没有打那副电话。剩一只眼睛。OK， 他等一下就会过去你们那里喽。白毛，他叫白毛。你也白毛。他叫什么名字？白毛。OK。